文江诗华在刚刚结束的一场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李楠率领的中国男篮红队没有上演篮队第四节崩盘的悲剧，在比赛还剩三分钟反胜未败的情况下，最终反败为胜，以82-80战胜了菲律宾队。纵观本场比赛，虽然是中非男篮之间的较量，但是决定比赛走势的则是两位 NBA 球员周琦和克拉克森。在两人发挥不分伯仲的情况下，最终整体实力稍稍占优的中国队两分险胜，笑到最后。事实上，这几年菲律宾队已经成为中国男篮的苦主，无论是13年的亚锦赛还是17年的亚洲杯，中国男篮都曾经输给过菲律宾队。尤其是在骑士后卫克拉克森加盟菲律宾队之后，中国队的这场胜利无疑更提升士气。本场比赛两位 NBA 球员确实 周琦在中国队的内线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屏障，除了开局投中几个三分之外，其余时间周琦对篮板球的控制以及篮下的火锅盛宴基本终结了菲律宾队的内线进攻，而克拉克森则一个人撑起了菲律宾队的外线进攻，急停跳投、不讲理的三分以及恰到好处的突破分球。如果说周琦是中国队一座大山的话，那么克拉克森在菲律宾队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中国队之所以能笑到最后，主要是整体实力的胜出。在丁彦雨航状态不佳、周琦被重点盯防情况下，中国队在进攻端还要篮下的王哲林以及空切的阿布都沙拉木。在方硕和孙铭徽还不够稳健的情况下，我们还有灵光一现的赵睿。反观菲律宾队，只要限制住克拉克森，菲律宾的进攻威胁就大大减少，也就是球星决定走势，整体决定结果。恭喜中国男篮赢得亚运开门红。